白钢的，它不烂呢，那个都烂了。昨天买的盘子，这是大威拿的那个大葱，园子里头那个豆角也快下来了，看见没？就是有点咱家园子多少有点荒点啊，老铁们啊，但是还行，因为啥呢？那个，也就这样了，因为那个不是说那个，咱不是说种地的人，从来这么多年都没种过地。我去成都吃过，姜子牙呗。豆角现在有，过两天就能吃了，但是那个马上就下霜了，这豆角也吃不了几天了，马上就下霜了。欢迎新进来的朋友们啊！欢迎新进来的朋友们。不锈钢没有煤气灶的结实啊，煤气灶的不锈钢那玩意也行，但是轻啊，各有各的好处，各有各的好处，也轻。成都美食名扬天下呗，看看小葫芦啊，咱们看看这小葫芦还有没有了。葫芦秧都死喽，葫芦秧都死喽，我们家这葫芦秧都死喽。让你们看看这小葫芦啊！哎呀，这小葫芦啊，都秧都要死了。点点关注，下午精彩不断，我们马上就要下播了，老铁们啊，点点关注啊！这么精彩的户外美食直播啊，看着没？房顶上全是葫芦秧，看着没？看见没？子鸭、炒鸭呗，完了那个老火的那个早上的直播，这葫芦可以包饺，不可以包了，包饺子了。这葫芦就是我最后玩，最后啊，哥哥啊，最后这葫芦我就搬到屋里了，它就是我的背景墙了。今年为啥种这个葫芦呢？这个葫芦就是我的背景，冬天你没有什么绿色的东西了，我们只能用它。老了吗？不是就这么大点儿，这葫芦就这么大，完事儿了。这葫芦我给它都给它穿上串儿，完了我们给它弄屋里，整点苞米，整点那个我刚才那个啥，完了我们就用就是放屋里头做背景，冬天也不绿了，冬天就变成黄色的了也行。弄油炸糕的美女是你什么人？是我啊，我先给这个杨乐个杨六啊，我给你安排个马甲吧。一直在看来的，是我媳妇儿，我就知道，宝葫芦，这前色为啥这么白呢？对，叫爷爷，爷爷，我要喝水，爷爷，我要喝水。看我们家这个菜都开花了，看着没？